秋妹。啊，今天这么晚，我好担心哦。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谦哥呢，终于肯收我为徒了。真的啊？你娶了他七天七夜，他终于答应了。嗯，本来呢，他是不肯收带艺头师的人的，不过呢，最后还是被我的真诚感动了。很好啊，我早就说啊，像他辈子长不了这条蛟龙啊。他还用说，以后呢，我就会跟着师傅的定仙剧团穿州过省表演，很快呢，我就会成为著名的大红伶了。哈，你的口气真大啊！咦，你有一股女风味啊！啊，你吃了什么？榴莲。啊，你从来不吃的，闻到味道就醉的。是这样的。我求师傅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吃得津津有味儿。他看我怕成这个样子，他就说，如果我肯吃呢，他就肯收我为徒的。所以我就拼了命吃了一块榴莲了。哦，他本来要你知难而退。可是我有无比的决心。嗯，好脆呀，好脆呀！真的？哎呀，我不信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。我沙滩波，我抱邻居，吉祥明月发誓，今生非亲不娶，非君不嫁。我明天就要跟师父上路了。我明白，不过我没想到他一说是你这么快就要醉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用心学习，等我成名之后我立刻回来娶你。嗯。啊，这颗明珠呢，是我存了很久的钱才买到的，我本来打算你生辰的时候当礼物送给你的，但是现在就当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以后你一见到他就等于见到我。嗯，你一定要回来啊，一定要。嗯，这几间厢房还算过得去，还可以了。谢郡主。对了，几位好吗？昨晚睡得可好啊？哈，好，好，好，这里环境幽静，我们既可以在这儿练曲，也不会骚扰到其他人。谢谢郡主的安排。林公公，你过来一下。好啊。你看看这张桌子。是。怎么会有尘土的？你办事不力，推你出去砍头啊！郡主恕罪，郡主恕罪。要我不是你，我早晚要你好看的。对了，亮宝哥，我炖了中开生茶给你喝啊。桂枝啊，是放下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郡主。不过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喝的都是自己独门的开生茶，这种补品可以请其他人喝。啊，丹凤，刚才你不是说声音沙哑吗？声音沙哑呢，最好就是当哑巴了。说到开生茶呢，我还有个秘方哎。桂枝啊，啊，待会儿抬一大缸水给他喝，把那缸水喝光了，保证你像出谷还阴一般了。是的。参见郡主。干什么？偷懒偷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想要签名是不是啊？哎，不是，奴婢呢是奉宝妃娘娘之命来找郡主的。别让我说中了，那个小白脸对宝妃一见钟情，那正好啊。哎，是这样的，宝妃娘娘呢知道郡主喜欢喝上好的菊谱，所以专程呢请郡主到御花园一起赏花品茗。你给我告诉他，我在招呼贵客，没有空啊。但是宝妃娘娘已经在等郡主了。你会不会走到御花园呢？会，我是不是要奴婢引路？我要你自己立刻滚过去告诉他，我现在没空啊。滚滚，走也走快点啊。是。嗯。天天喊我清水冲的澡，你的声音啊会更好啊。嗯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女儿英雄痴，吐尽恩义情深几许。哼，那个小白脸出现，你们两个肯定干柴烈火，
我要是当场捉住，把事情闹大，贵妃娘娘肯定重重赏我黄金万两啊。哈哈，捉到你们了吧，光天化日，公然在此搂搂抱抱，根本没把皇上放在眼里。来人，来人啊，快点抓住这对奸夫淫妇。百合，你说什么呢？石护卫、怎么会是你啊？是我，刚才经过的时候呢，看到树的上面有树枝呢，向着宝妃娘娘的头掉下来嘛，所以一时心急就把它爆开了。属下有冒犯之处，请宝妃娘娘恕罪。你也是为了救本宫才这么做的，本宫应该谢谢你才对。不用客气，如果没有事，我继续巡逻了。再见。百合，要不要叫皇上出来审查清楚，看看本宫和石护卫是不是有什么私情？奴婢不敢，是奴婢自己眼花看错了，我还以为是那些宫女在此淫乱宫闱啊。那就最好了。我叫你洗的衣服洗好了吗？洗好了。那正好，你这么闲，本宫就命你在御花园中巡查所有的树，将会有多少枯枝随时会掉下来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告诉本宫。是。起来吧。谢谢娘娘。宫中果然人心险恶，小小一个宫女居然都充满心计。我已经知道亮宝哥本名叫什么了。你哪有那么厉害，一定是买回来的。对呀。花了多少银子？很便宜，5两银子。还不快点告诉我们。行，一人一两啊，跟我们要银子。喂，我付了5两，我亏了1两了。哎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好的。那，哎，亮宝哥本名叫做沙滩波。啊，这么奇怪的名字啊。对呀，他跟他爹还有他娘呢，上辈子一定有仇，他这么作弄他。我没听过啊。我也不会啊。怎么好抓，你们怎么这样？全家别聊了，进去。哎，四位夫人有什么事啊？我们来接亮宝哥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待会儿亮宝哥呢要御前表演，现在在休息，不会见你们的。您请回吧。你怎么这样，人家都来了。对呀，让我们看他一眼，我们一眼不吵他。对不起啊，如果待会儿亮宝哥的演出有什么差池，我们担当不起啊，请回吧。别这样呀。什么担当不起啊，拽什么看不见他的人看看衣服也好啊。对呀。对呀。我认得这一件的，你是亮宝哥他唱《平贵别摇》的时候穿的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哇，好冲的男人味儿啊。哇，洗过了还是很有男人味儿啊。林公公啊，过来。奇怪了。刚才明明听到金家四大八婆的声音，怎么突然之间没了？耶，可能只是幻觉。哦，独门开生茶，十升还差不多。敢得罪国舅爷呀，可有你受的。耶，真的香得不得了。哎呀，喝了之后声音会不会更加吸引人，更加嗲呀。啊，谁在这儿煎药，好香啊。你没病吧，药你都说香，抱身赤朵那些才香呢。啊，我哪天弄几斤砒霜给你喝，不把你毒死也把你毒哑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，心肠恶毒，做的事情比谁都毒。你不毒啊，我才不会毒呢。我毒是你坏才对呀，居然给别人喝砒霜，你这个人真是的。哎呀，好东西当然留给自己了，不便宜你。怪不得每天有那么多人死了，一定是你用砒霜毒死他们的。我一定比不上你了。喂，一人少说一句，吵来吵去都是那几句。就是嘛，快点打扮了，待会儿要去看戏啊。哎呀，走啊，对啊，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那些女人真是麻烦死了，幸好没有坏我的大事啊。喝了这开生茶，会不会有一把出谷黄莺的声音？
你们冷静点，这样多失礼呀、啊。记住我的位子，你记住。喂，办好了没有啊？怎么没反应啊？郭舅爷，您放心，待会儿药力发作，保证失声变哑。嗯。哎呀，为父此去西凉，未知何时归还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在采桑不知道啊？装哑巴你？还装？唱得真棒啊！好，唱得好，待会儿每人赏赐黄金50两。谢谢皇上。小民告退。告退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，郡主还想看呢？也得让人家休息一下啊。台上的戏已经演完了，台下面的戏才刚准备开锣呢。啊！四位夫人，把你们所见所闻告诉我皇兄了。那事情呢是这样的。林公公，你这个狗奴才，胆子这么大！皇上反应这么大，看来是不大相信啊。如果想知道这件事是不是事实，很简单啊。如果林公公现在出不了声音的话，也就是说他自己自食其果，喝了自己的失声药。林公公，说两句来助我说呀。林公公啊，你这个狗奴才胆子真大！明知道皇上等着看好戏嘛，你居然一头毒哑台柱，你在皇上看什么呢？啊！现在看你演这出戏呀、啊！这件事啊，林公公分明是受你的摆唆，你才是真正的主谋啊！啊，真是好笑啊！单凭你的想象就想冤枉我呀？你把皇上当傻瓜？皇上，微臣这个人呢、啊，没什么好。我们知道。嘿、哎，你们别这么多嘴。不过呢，我呢，胸襟呢，宽宏大量啊。微臣和亮宝的事呢，早就已经过去，根本就不记得了。微臣绝对不会加害于他的，请皇上查清楚啊。对呀，皇上，我想八成是林灵发这狗奴才想拍我大哥马屁，擅作主张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跟我大哥应该没关系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我拜托你，贵妃娘娘不要再帮你哥越描越黑了。正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，何况他只是一个什么国舅啊，你跟他划清界限吧。哎，你八婆，你八婆，你叫我八婆、啊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一人少说一句，这也是的。哎，单凭林公公一一个的坑几句，很难证明是国舅指使的。林公公，到底谁叫你这么做的？啊！哎呀，皇上您也看到了，他指着自己，就是一场误会了。这是误会，这次可以说是误会。那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，亮宝哥可就连命都没有了。说的对呀、啊，皇上，为了确保亮宝哥呢可以继续在御前表演呢，你一定要派人呢严密保护亮宝哥的安危啊。但是谁可以肩负这个责任呢？皇兄啊。世上在宫中只有一个人，你将亮宝哥交给他，保证亮宝哥一定安全，是吗？除了石护卫之外，皇宫之中还有一个这样的人。哦，郡主所说的一定是万国舅了。嘿，敏夫人，你真聪明啊！皇兄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啊，这样也好。只不过……哎，不用只不过了，皇兄，同意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幻觉旗当众起誓，在亮宝住在宫中期间，负责亮宝之安全。如果亮宝有损失一根头发，我幻觉旗人头落地。我说你这个动物还真大，我哪知道他有没有隐疾啊？况且他区区一个乙民，我堂堂一个国舅，让我保护他，我把他受起折寿啊！别说那么多了，画押吧。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皇上，这……哎，你既然画了押了，那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皇上，刚才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朕觉得累了，想回宫休息，请假。这……皇上。硬要保护这个小白脸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在宫里面啊，除了我还有谁会陷害他？岂有此理！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呢，忍这七天，我等你出了宫，就要你好看。我快拉！闭嘴！你做这小事都做不好，还要你来干什么呢？拿西瓜给我，快去！不是，哎。
站住！干嘛？拿着什么呢？警棍。哎，穿的奇奇怪怪的，打猎不像打猎，捕兽不像捕兽，搞什么东西？搞亮宝哥。你现在负责保护他的吗？我们要试试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保护他喽。这个榴莲呢，就当是流星锤来锤的。石灰粉不用说，当然是用来攻击的了。剪刀呢，就是用来剪亮宝哥的头发。姐妹，走啊！你们这四个八婆啊，摆明了想害我，是不是想让我人头落地啊？不用讲了吧？哎呀！哎呦！哎！放下！我们的武器呢，也就证明你很卖力的保护亮宝哥，那我不就放心了。哎，你也应该放心，我们会在皇上面前呢帮你说几句好话的了。喂，那我们走吧。走，请。哎，怎么还在这儿？当然了，没有学轻功嘛。哎呀，用脚走吧。刚才我一脚多快呀！这你个八婆，幸亏我反应快，不然我死定了。哎呦，哇，还来啊？还没吃够啊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黑衣服黑裤子当然是四哥。喂，皇上不在这儿啊。亮宝呢？那你们是来刺杀亮宝的？是不是林公公叫你们来的啊？哎，也就是了。那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其实我才是主谋的，是我命令林公公叫你们去砍亮宝的手脚的。不过呢，现在这件事情取消了。说取消就取消，你把我们四兄弟当什么？挥之则来，挥之则去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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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毁约赔双倍嘛，这些江湖上的规矩我很熟的。喂，还是不行，我就这么走了，别人会说我们办事不利，以后我们怎么出来行走江湖啊？喂，兄弟，你想怎么样啊？雷家四杀手，一去不回头，刀下无血不罢休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不要杀我呀，去杀亮宝啊，不要杀我呀。哎呀，当朝见血，可以收工。走走。早说吧。秋妹。秋妹，你不要走啊。秋妹，秋妹，哎，你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啊。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我跟你无话好说。我绝对不让你走的。哎呀，你走吧。哎哎呀。不用弄了，我们中了机关，是老天爷给我机会解释当年发生的事。这个时候还要解释什么？你要是心中有我，就不会三年都不出现了。我有啊。你有？我在乡下足足等了你三年，别说是你的人，连封信都没收到。不可能。是，刚开始写信是比较少，但是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心中根本没有我。怎么会没有呢？如果没有，我怎么会千里迢迢回去找你呢？当然，回到村里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去的？三年前三月初七。三月初七。自从我在戏班红了之后，等了很久，才等到一个机会，让我回乡下找你。不要等了，要是沙滩波想着你，就不会这么久都没消息了。君木。我不相信他会忘记我，他答应过一定为未来娶我。男人说的话可靠吗？难得你被选中入宫，将来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有人掉到海里了。停轿。公子
谢谢你救了我弟弟，要不是你，他已经淹死了。不用客气，我要赶去隔壁村子，告辞了。啊。公公催了，不走不行了。走吧。不是舅母逼你，既然你被选中了，不可以不去的。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走吧。什么？你上楼那天也是三月初七？也就是我回去的同一天，难道真是注定的？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就此分开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些年来，你们收到我的信和礼物呢？没有。不可能啊！每逢过年过节，我都托朱二叔带着信和礼物送给你。朱二叔跟你走了之后，没有回来过。怪不得呢。每次他回来，我问起你的近况，他都吞吞吐吐。我真是所托非人。算了，很多事都是注定的。如果那天你不是遇到有人掉下水，我们可能有机会见面。可能我跟你真是有缘无分。为什么你舅母说你死了呢？是我叫他这么说的。因为万一你回来的话，只有这样做，才能让你死了这条心。九妹，无论你是生是死，这么多年我都不能忘记你。我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妃子。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吗？无论你是什么人的妻子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可亲最可爱的宝灵球，知道吗？亮宝这个艺名就是为女儿起的。波哥，我皇上，你要微臣炼的丹药终于大功告成了。真的？怎么办？皇上看到我跟你在一起，肯定龙颜大怒。你怎么会开这个机关？平时唱戏的，对于这些机关特别熟，只是刚才没有告诉你。哎，窗户怎么会开着？是不是有人进来过？啊，肯定是啊，肯定是我刚才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。哎，国师，国师，哎，你提炼的勇猛药在哪儿啊？哎，皇上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这种珍贵的东西，微臣当然是把它好好收藏了。哎，那皇上，微臣用珍贵的药材提炼而成的。哦。皇上，您吃了以后啊，保证皇上的子孙呢，就像排山倒海一样生出来，生一两百个没问题呀、啊。哎，不过就要辛苦后宫的妃嫔了。哎，那些妃嫔的责任就是替朕传宗接代，怀我的龙种嘛。啊，老实说，如果他们的肚子争气的话，朕是不会亏待他们的。嗯，国师啊，这东西安全吗？当然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出去的时候也拿了这种药给老鼠吃了。哦，现在药力开始发作了。那，皇上，你看看这个老鼠，就知道它的精力有多旺盛了。对呀。怎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微臣的药太猛了，使得他殚精竭虑而亡。那朕吃了会不会像这只老鼠一样？那倒不会。不过会死得更惨呢、啊。起码要憋他3天3夜才会死啊！啊，秋妹，你跟我一起走。哇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随时被人家抄家灭族的。为了你，就算五马分尸要算得了什么？我现在享尽荣华富贵，又得到皇上的宠爱。
多少人想得到都得不到。你不用骗我了，你最向往的生活是养鸡种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，这里根本不适合你。人会变，月会圆，试问呐，吃惯珍馐百味的人呐，怎么可能轻易走回头吃咸鱼青菜呢？要我跟你走，哼，这辈子都要颠沛流离，被人抓到了要砍头呢。哼，沙滩波，你是不是太入戏了，把自己当成是戏中人？可惜呀，你是李靖，我可不是红佛女啊。我不相信，我知道你心中喜欢我。哎呀，高明夫人。啊，哎，参见宝妃娘娘。免礼免礼。哎，亮宝哥也在这儿。高明夫人啊，我心里啊正想去嘉仁宫找金二夫人他们打马吊呢，正巧遇到你，你正好回嘉仁宫吧，一起走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是约了皇上下棋，我要过去了。啊，这也好，皇上下棋的时候啊，最喜欢我在他旁边嗑瓜子给他吃了，一起走吧。啊。你们排戏的这么认真，真令人佩服了。谢谢郡主，我已经命令下人呢煮了点红豆汤让你们润喉了，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演出有突破性的成功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啊，真的给的，这是巴豆汤哦。差不喝你就给我喝。谢谢，快点趁热吃吧，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啊？很好吃，再吃一碗也行。哎，像这种好吃的东西啊，吃一碗就已经够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丹凤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啊，糟糕了，一定是吃了有问题的散装生粉制造的食物了。没关系了，茅厕就在那边，赶快去了。哦，谢谢。啊，快去了，丹凤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哎，那谁来帮亮宝哥排戏呀？你运气好啊，我最擅长排戏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穿了一件蝶衣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做件蝶衣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好你今天的谢幕就叫做化蝶呀，一起来层层叠叠叠罗汉吧。哎呀，居然让他捡了这个便宜，气死人了，讨厌。谁叫那个丹凤突然之间拉肚子了，就变成这样了。要我说肯定是那个莎莎在搞鬼。哎，我听他们说啊，事发之前莎莎想了碗红豆汤给丹凤喝。你这么卑鄙啊。嗯，这个莎莎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呀、啊、那那那借这个机会抱着亮宝哥啊。哇，看起来真是挺不顺眼的。进到坟里还在那搔首弄姿，就是啊，死都不肯进去哦。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吗？皇兄，皇兄啊，大喜呀、啊！什么喜啊？你皇妹我要办喜事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是哪位皇亲之后啊？朕从来没听你提过。皇兄啊，他虽然呢不是皇亲国戚，但是很有名气的、哦，你也认识的。我就是庆相逢的台主亮宝啊。什么？你说那戏子？皇兄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别的人说他，我不会怪他们呢，
但是你也喜欢看他唱戏，你怎么可以贬低他呢？哎呀，皇妹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什么时候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情投意合吗？我要招他做骏马，皇兄赐婚吧。不行不行，哎呀，你身为金枝玉叶，怎么能招那个下贱的戏子做骏马呢？朕不准。皇兄啊，他唱戏又不是强劫，何况呢，当他招骏马之后呢，地位就提升了，没有人会笑他的。嘿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无论如何朕都不准。你想要个骏马，朕即刻为你招选。如果招得到的话，我何必小姑独处一直到现在啊？我一定要亮宝哥，我不管你啊，我不管你反不反对，我叫国师责任。喂喂，哎，莎莎，莎莎，莎莎，百合，倒杯茶给我。娘娘，你手上有一杯茶。倒一杯热茶给我。这杯刚刚才倒的。那你帮我重新冲一壶菊谱出来，我想闻闻雏菊的香味。是娘娘。你还记得我们乡下整个山都是雏菊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不用怕，没人看到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就快和郡主成亲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么做，我才可以长期留在宫中，见到我最心爱的女人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人害己？你这样做会害了郡主一生的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没有别的选择。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，跟她在一起，我只不过是步她后尘吗？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会，除非你肯跟我走。秋妹，你放尊重一点，你别以为用这个方法就可以逼我跟你走，是你太天真了。老实跟你说吧，你跟谁成亲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是不想连累其他人。其实这种事也是你情我愿的。当骏马有什么不好？骑马以后不用到处漂泊，还可以享尽荣华富贵，和你一样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，你等着瞧吧。除非你肯跟我走，不然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亲戚。啊，亮宝哥娶莎莎，他是我们的心爱情人，怎么能够成亲呢？成亲也很正常啊，但是为什么要挑个又老又丑的莎莎，要他那股老人味来驱风吗？就是啊，简直是一颗明草插在牛粪上。这种啊，就叫有眼无珠，看到富贵都宁愿当猪。喂，你们相公我在这里啊，为了别的男人气成这样，给我个面子成不成啊？就是嘛，那个亮宝有什么大不了啊？不跟我一样啊？瓜子脸蛋，书生性格，将军身材，娶老婆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为了富贵忍受莎莎更加不奇怪。对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消息的来源可不可靠？对、啊、我是听皇上亲口说的，皇上还为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呢。我每天都把亮宝哥带在身边，根本就没有用。就是嘛，原来啊，亮宝只不过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凡夫俗子。你说他会不会屈服在那个老姑婆的淫威之下？他要不是眼睛瞎了，也不会一头栽进去。那怎么办？难道你们有办法拯救他？啊，娘，一言惊醒梦中人呐！我们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，逼亮宝哥放弃莎莎。对，我们去拯救亮宝，不要让他被莎莎糟蹋。哎，喂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们千万不要闹事啊！我们不是闹事，我们是做好事。杀！杀什么杀？杀！冲啊！冲啊！低调点，冲啊！亮宝，亮宝，亮宝，亮宝娶莎莎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亮宝哥，他们听到你的喜讯呢，一时太激动了，赶来向你贺喜呀。是不是莎莎用淫威逼你娶她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马上去跟皇上说，帮你摆平这件事情。你们不用说了，我娶郡主的心意已决。也就是说，你贪图富贵，爱慕虚荣哦。你们要这么想，
我也没办法。亮宝哥，富贵这种东西就跟感情一样，都只是身外物，你这要考虑清楚，不要一时冲动害人害己啊。我只想要我追求的东西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如果你真的要娶莎莎的话呢，我们几个人绝对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。对啊，你以为莎莎会让她过好日子吗？以后啊，一定要舔鞋底拉裙脚，不许她出门，儿子要过继呀。对呀，你看她的德行还不好好的反省啊，亏我一直把你当成偶像，原来你坏啊，我永远不住，我亏我啊，每个月要用所有的房间去买你的画像，真是气死我了呀。说这么多干什么呀，她听不进去的。你呀，打她。喂，哎呀，住手啊，别这样啊，不要乱来呀，别打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亮宝哥，刚才他们一时激动呢，收不了手了，希望你不要见怪啊。我不会，难道高敏夫人您不像他们那样看我，我心里很安慰。其实当骏马呢，真的比当大红绫还要好，一样是要演戏，对吧？那服侍一个观众好过服侍一大堆人吗？你肯娶莎莎郡主啊，很多人幸免于难呐。啊，不过呢，演戏也是属于偏门，我想你的命呢应该能受得了的。我的意思是你救了很多无辜的宫女和小动物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想你早晚也会知道，这个莎莎郡主呢这里啊有点问题呀。他呢最喜欢拿那些宫女啊还有小动物来发泄的。我听说他小的时候很喜欢烧些小蟑螂啊，还喜欢剥老鼠的皮啊。长大以后呢怎么样？长大以后呢就拉宫女的头发拿来烧，还烫他们的手脚啊。所以呢伺候他的宫女两三天就要换人呢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都去疯人塔了。那你娶了她，就你一个人代表接受了，啊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感激你的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应该回去泡几打滴答酒啊，还有烫伤膏啊，等你成亲的时候送你当礼物啊，亮宝哥，我想你一定用得上的啊，我先回去了啊，你保重啊。好好皇上，我喂你吃葡萄啊，皇上，皇上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哎，皇上，吃成吧，您最喜欢的。哎呀，你看那层衣都没撕干净，你叫皇上怎么吃啊？哦，你刚才那葡萄也有核的，你还喂皇上吃？这很简单吗？没核了。皇上，没核的葡萄啊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皇上啊，是不是在为郡主的婚事愁眉不展呢？哎呀，那个莎莎那么不听话，弄得朕也拿她没办法。哎，这也难怪郡主，朕所谓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。那个油头粉面的亮宝啊，一看呢就知道他想欺骗郡主了。这么会演戏的人，谁不上当？你说的对呀，但是糟在莎莎现在已经一头栽进去了。我想说两句又怕他翻脸，还有那个国师老是追着我问要不要他帮莎莎郡主选个好日子，你说多烦呢。哎呀，皇上啊，就用拖延政策啊，找个好机会就是搞定那个小白脸，然后就赖说是郡主的命太硬，那他也无话可说，这样不好。这么做呢，始终还会是让郡主伤心的。哎，那爱妃你是不是有妙计了？像他那种戏子啊，接近郡主无非为了富贵。皇上要他离开呢，有两个方法，一就是利诱。哦，如果利诱不行怎么办？打瘸他的腿呀，不用跟他客气的。哼，如果郡主到时候还想嫁这个跛脚丫子呢，你来找我。哇，你还挺狠的嘛。哎呀，当然狠了，为了皇上啊，再狠的办法我都想得出来啊。哎呀，皇上啊，还不行啊，你想想，如果郡主和那个小白脸朝夕相处，万一有何差池留下孽种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问题朕都考虑过，但是这很难控制。这很简单，你吩咐太医准备药给小白脸吃，吃得他身体虚弱，不就安枕无忧了？对呀。哎，听完爱妃这番话，
朕根本就不用担心了。那当然了，皇上大可放心。放心放心。皇上啊，臣妾呢特地叫人炖了虎鞭鹿茸三蛇烩，待会儿端上来啊。皇上吃了以后啊，保证精神大振，生机蓬勃。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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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郡主。哇，一日不见更亮了。对了，你过来看看，裁缝啊为我设计的凤冠霞帔，你看看，美不美啊？哦，美，每幅都很美。我也知道每一件衣服穿在我身上都那么明艳照人的。啊，郡主啊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是不是每个女人都善变？女人呢，当然善变了，尤其是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。会变得温柔婉约、大方贤淑、体态健美。还有呢，我为了你，我会去御膳房学煮菜，还有学绣花跟女工。够了，够了。对不起啊，郡主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乡下有个习俗，就是成亲前十天不可以见面，我怕你不习惯，所以觉得对不起你。哇，时间真的很久哦。可是没办法了，既然是你乡下的习俗，嫁鸡随鸡，我唯有遵从你了。在这十天内你不要来找我，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静思。嗯。鸟儿啊鸟儿，到底我演的那出戏有没有用啊？你告诉我好不好啊？园里在这儿。啊？你不用害怕，我来只想跟你说句话。以后我不会再进宫了。你已经想通了，不娶郡主了。我终于什么都想通了，原来有些事真的会变，变了之后永远无法挽回。现实虽然是残酷的，但是总得要接受。这样就好了，你想通了，希望你以后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姑娘。我记得以前有一首你很喜欢听的歌，我一直都很想唱给你听。是吗？有这样的歌吗？有些事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我现在唱给你听，就当时我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。泪依依映红痴，吐尽恩义情深几许。才艺若怎半丝，心中也留多少醉。女罗织天地心，很好很好，你的歌声真好，不愧是戏班的名伶，本宫就赏你一颗明珠。这颗明珠呢，是我存了很久的钱才买到的，我本来打算在你生日的时候当礼物送给你，但是现在就当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以后你一见到他，就等于见到我。不用客气，你拿去吧。像这样的货色，本宫在宫中啊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谢谢宝妃娘娘。嗯。在下告辞了。